用镜子反射阳光，然后在墙上捕捉光斑，是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都玩过的游戏。不过呢，现在挪威有一个小镇开始利用这一简单的物理原理，在终日阴冷的冬季收集阳光，给人们带去温暖。挪威的这个小镇四面环山，每到冬季，整个小镇就终日处于阴暗之中，无法享受直射阳光。这种情况会从每年的九月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。不过从今年开始，小镇上的居民就算在冬天也能够见到阳光了。这些阳光是通过三面安置在山上的大镜子收集来的。这三面镜子每个面积达17平方米，由电脑控制，能跟踪太阳自动调整角度。据介绍，三面镜子反射到小镇的阳光呈椭圆形，面积约为600平方米，亮度在直射阳光的 80% 到 100% 之间。